原标题：朝鲜战争中美军战斗力到底有多强？彭德怀、聂荣臻这样评论。1950年到1953年进行的朝鲜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对外战争，也是解放军成军以来打得最艰难的一场战争。解放军的对手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日军打得屁滚尿流的美国军队。那么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究竟如何呢？与他们作战三年的志愿军将士自然最有发言权。1950年10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率领第一批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迎战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直到1953年7月28日，他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身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可以说彭老总见证了朝鲜战争全过程。从战争一开始，彭德怀就敏锐地看到了美军和志愿军在武器装备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彭德怀认为美国空军用于朝鲜的虽不多，目前仍占优势，敌人的坦克和炮兵暂时占优势，这是敌人比我们强的地方，敌火力猛烈，我伤亡相当大。彭德怀同时指出，美国空军虽然强大，但存在一个致命弱点，空军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于是他提出应对之策，就是必须充分利用夜间进行战斗手榴弹白刃战，必须采用长期手段调动敌人，乘其立足未稳，火力未展开时予以猛攻。邓华将军在朝鲜战争初期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1952年4月，彭德怀因病回国治疗，在彭德怀的推荐下，42岁的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全面主持志愿军工作。邓华对美国军队的优势和劣势也洞若观火。他说，美帝国主义是高度现代化的军队，有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地面部队火力强、运动快，但也有弱点，士气不高，怕苦练家，步兵攻击力不强，怕进夜战，怕切断包围。李志民在朝鲜战争初期担任志愿军19兵团政委，历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分析，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最大的优势就是飞机、大炮、坦克很多。他认为，如果志愿军采取正面平推或正面顶住的办法，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的威力就可以大大发挥，这对志愿军是不利的。李志民提出，要针对敌人士气不高的最大的弱点，怕打运动战、怕夜战、近战，特别是怕迂回断其后路的特点，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和在战役、战术上实行近战、夜战、速决战，实行大大迂回包围，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原则，从而掌握主动，取得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开国元帅聂荣臻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朝鲜战争，但他当时担任副总参谋长后代理总参谋长，负责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补兵、轮换等工作，因此对于整个朝鲜战争的情况相当了解。聂荣臻的女儿聂丽就这样回忆，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用较大篇幅记述了抗美援朝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聂荣臻实事求是地评论了美国军队的战斗力。他说，美帝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支柱，政治军事都有一套，作战上非常客观，不遵守成规，善于变化，五个战役中各有其花样。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将帅们对美军战斗力的评论都是很中肯的，极有益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